踩下油门我是最快的。你爸常这么说，如果可以再快一秒都好。老爸以前常在这边跑，你会想到吗？我都已经开那么快了，为什么就是救不了他？有些命当初就不该留。你觉得我们两个谁会先踩刹车？我已经踩了，我选择救人。我没得选。我们都有了选。来不及。这所有人他妈的全都在玩命。为什么要去？最后一场。瞒我多久？你的工作就是开车而已。对啊，你们那时候比较屌啦，我就是在开车的。救一个，杀一个。我没有跟他拼直线。现在左转。希望你赢，希望你跟得上。分出第一、第二是速度，速度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